关渡鸟艺术活动，结合地方文化生态资源，打造成融合生态保育与自然艺术的品牌，包含关渡国际自然艺术节和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透过艺术与教育性展览，带领民众认识都会区鸟类以及鸟邻居。那关渡自然公园可以算是台北非常具有特色的绿色秘境，而且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进行生态教育的宝库，更是很多候鸟的栖息地。所以在这边每一个不同的季节都有超过100种的鸟种会来到这里造访，所以也成为很多包括市民朋友甚至摄影爱好者拿着大炮摄影器材来这边。那这一次我们的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其实就是希望结合包括在地的文化艺术，能够打造自然艺术以及生态教育的在地品牌。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自然艺术季或者是赏鸟博览会，其实都结合在地，包括关渡国中、关渡宫，这一次我们特别针对关渡宫的种福池做一些延伸的创作。那二方面，我们赏鸟博览会，刚刚也谈到，其实很多年了。那今年特别是以宝岛鸟邻居作为主题，让市民朋友更了解我们生活在都会区的鸟类邻居。所以对于关渡地区的发展，我们一直非常用心在规划，也谢谢在地的议员，包括洪汉廷议员在内，给我们很多的协助。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到关渡地区，除了赏鸟，也可以到关渡宫拜妈祖，也可以骑骑车，而且赏美食。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成为一个吸引很多市民朋友愿意造访，特别在秋冬季节，赏鸟季，可以来到这边好好的了解我们在地的生态。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9月22号开幕，邀请泰国、法国及日本的艺术家利用自然素材创作装置艺术，融入关渡国中、关渡宫。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10月19号到20号接续登场，展览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是作为台北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所被赋予的责任及传播力量是无远佛界的，而且有目共睹。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生态作为一个思考，它延续的是去年我们疗愈作为一个方法和前年自然作为一个礼物，这些主题都和全体民众跟艺术家们共同思考目前现有的环境问题。我们所能表达的态度跟行动是能够有效地贴近民众，让民众能够去感受到环境永续的重要性。今年的作品我们邀请到法国、泰国、日本及台湾的艺术家们，透过艺术家的巧思巧手，将湿地、环境、鸟类、人类等共同思考，一起融入在这广袤的自然环境里。那同时呢，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亮点，就是加入了社区的参与力量。我们由关渡国中、关渡宫、关渡自然公园3方合作，邀请艺术家陈友德先生与关渡国中的学生共同创作，产品名称叫永渡池，可能可以投钱的。那我们这个漂亮的作品呢，将会放置在关渡国中的校门口，让所有的社区民众都能够看到我们对环境所付出的努力。当然关渡自然公园最重要的资助者伟创企业它也不缺席，由公司43位同仁呢集体创作各式的鸟类形象。这些鸟类形象是象征每年候鸟都会回到关渡公园来渡冬，这不仅是艺术的呈现，它同时也是表达人类对这片美好的栖地、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心和重要性。
关渡国际赏鸟博览会已经迈入第26届了，它其实相当的有历史。其实我们早期关渡呢，其实因为它刚好是一个基隆河跟淡水河的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东凤鸟栖息的一个栖地，所以每年冬天有非常多的东凤鸟都到关渡这边来栖息。那其实最早我们台北鸟会是关注在于赏鸟，那所以我们最早之前我们会在那个关渡的堤防办所谓的水鸟祭，那一直直到2001年，台北市政府就是把关渡这原来这个公园这个地方征收之后，那交由台北鸟会来做经营。你看，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也已经在关渡经营了20多年。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营这块湿地呢？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刚除了刚讲的一个很好的鸟类栖地之外，其实它对于所有的生物或整个对于整个环境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都市都太过于水泥化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保留一些湿地下来，能够让这些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有一个很好的栖息的地方。那关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关渡虽然它非常适合鸟类的栖息，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办的博览会，我们自从关渡公园成立之后，我们就把博览会移到公园来举办。那这个举办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要目的，其实是教育民众。其实我们台北鸟会很注重的一个点是环境教育，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让所有的台北市民或者其他的民众能够了解环境保育的重要。那我们除了做鸟类的栖息保育之外，我们也相对的关心的环境。其实我们每年的博览会都有不同的主题。其实我们最早开始关心鸟，后来我们去关心海洋、湿地，甚至是里山这个概念，甚至是生物多样性。这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鸟会，虽然叫鸟会，其实我们关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宝岛鸟邻居，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都市里，其实鸟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常常没有驻足停留下来多看他们几眼。其实我可以希望大家说，大家走在路上没有事就看看树啊，看看鸟，你会发现非常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观察他们的活动会非常有趣。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包含展览、市集、DIY 工作坊及关渡美食等，邀请市民走出户外，体验关渡的自然生态独特魅力。记者温俊台北报道。